有时候直播间公屏滚动比较快，我们看不到的，请大家谅解啊。对，有的猴子比较温顺，有的都不行。你看他们都在互相的修行，然后梳理毛发，就这样。小宝宝，你是迫不及待了，满身的猴，满身的猴，哎呦！头哥，你会开瓶盖吗？头哥，你会开瓶盖吗？乖乖，啊，对，同是地球村，没毛病。哎呀，为啥不抱起来？抱起来喝，跟聚宝一样，抱起来喝，大宝宝。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哎呦！不是你怀宝宝，不要这么激动嘛！啊，乱！头哥喝了一瓶红茶。美妞现在身怀六甲。美妞现在身怀六甲，哎呦，你啥你都知道嘿。我不确定呀。你也不确定啊？身怀六甲，我都不懂啥意思，你都身怀六甲。就是，跟美妞那样。哎，拿着瓶盖看中奖没有？我这一身都是毛。你这一身都是猴毛。他们现在正刮毛了。别抓我！一身都是毛。欢迎改变人生哥平平淡淡，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。你现在是一个换毛的季节。等会儿在那赖皮呢。猴子会不会群殴主播？你看主播怎么去对待他的？就比如。你现在去伸手抓一只小猴子，然后那个小猴子呢发出一个求救的信号，然后呢全猴群都会去围攻你啊，围攻你没商量，就这样。平头他就是那样倒着喝，嗯，因为俊的话与人类接触比较多，平时互动啊什么的都是他啊，与游客互动什么都是俊宝的群体，他们见多识广嘛，可能就是模仿能力会更强一些。俊今天休息啊，休息。你这人怕黑了。这个是平头的群体，这不猴王比较温顺，来摸一摸吧，头哥。哎呀，摸一摸头哥啊。这个猴子比较温顺啊，不是所有猴子都能摸的，知道吧？特别乖。哎呀，嘿，别瞪，别瞪哈。特别乖啊，我们平头特别乖，是不是，头哥？这是最温顺的猴王之一。刚刚吃了啥？都塞到食囊了。我们不要去挑战猴子底线，这样它慢慢的会对我们失去这个信心的，知道吧？大家有什么问题公屏上问一问，尽量的看到给大家回复啊。咱们就是看看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啊。是的，毛毛虫。大家不要去模仿主播，主播呢从事野生猕猴保护工作者也有十多年了。对这些猴子呢特别了解，可以跟他们亲近接触。大家到猴山呢，想要当一次猴王的话，一定要在工作人员管理的情况下才可以。不要去摸猴子，不要去挑逗猴子，不要跟猴子对视，更不要拿吃的。欢迎亮价哥哥。对，我跟大家说啊，猴子现在受保护以来呢，他们的这个寿命在25到30年左右啊，25到30年左右。其实猴生也不容易，他们的竞争呢也是非常的激烈的。明天和意外呢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先来，所以说我们都可以一起见证啊，猴子他们的成长过程。人和猴子有后代吗？不可以啊，它基因就不同啊，就产生不了下一代，知道吧？为什么不能对视？因为这个，打个比方说，两个陌生人之间一个对视呢，就是说看时间上挺尴尬的。但是猴子呢，他呢就觉得你看他藐视，他肯定就要凶你。太多了，不需要保护啊。其实我们这边不会过多的去干预这些野生猕猴，不干涉不干预啊。对，优胜劣汰是吧？优胜劣汰。主播被猴群围攻的话呢，那么你一定要留在直播间，你一定要守在直播间。这个呢，不是我真的想给大家做这个直播内容才被猴群围攻，而是我的一些肢体语言不小心就是触碰啊小猴子的一个底线，那么他的一个求救信号上来之后呢，整个群体就会围攻我，也会出现这样的。对，我们不会去正儿八经的去挑战猴子的这个底线，懂吗？偶尔的话你会看到一些。感谢夜猫子的大小帽，谢谢。来，大家看猴宝宝，看一下
看这个群，你先不要来，看这个群体的猴宝宝，不能吃不能喝的，他不要手机啊，他不要手机，然后他也 不直播对吧？他不直播啊，然后呢也不玩王者，所以说早睡早起身体棒啊。现在可以去河南吗？哎呦，反正现在尽量不乱跑吧啊，等到大环境好的时候，随时欢迎大家过来玩啊。不怕不怕，你就站着就行。正儿八经猴群围攻的是很厉害的事情啊，真的是特别严重的啊。猴子不臭不臭不臭啊，在大山里边都属于养料了。猴子身上有跳的有虱子吗？没有没有没有啊。现在是猴子繁殖的高峰啊，繁殖的高峰期，陆陆续续呢都有猴宝宝出生，然后这只是出生估计有十天左右了吧，十天左右啊。对，我们地址再扣一波，扣到公屏上啊。你疯了吧你？你吼什么呀？啊，你怀宝宝了吗？你在那吼？嗯，看看三愣呀，三愣，那边往这一趴卖萌的，你瞅瞅。猴子都皱巴巴的，尤其是到这个季节啊，它们慢慢的开始换毛，参差不齐的就不太好看。吃奶到什么时候？猴子的哺乳期在4到8个月，是吧？3到8个月吧。有的3个月都断奶了。3个月少，几乎微乎其微。我一般给大家回答都是6到8个月。6到8个月。保险一点。4到8个月也头哥有出生的女宝宝吗？有的，一切美好啊，他们群体有女宝宝。哎，哪只就是我看了，我给你看一看，就是他们第一只猴宝宝就是女，就是一个母猴子啊，等级还比较高的，等级还没有见过呀，姑娘。平头群对吧？是的，工程哥，平头群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不是美妮？你看妮儿，老太太啊，端庄优雅的老太太。妮儿，你也真乖，你也会交流了，你也真棒啊！猴子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是不允许买卖、不允许饲养。今天都100万加，什么100万加？那个三哥说今天人气值，人气榜啊！妈呀妈呀妈呀！前榜12都是100万加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是不是都要来到11点半了？等级怎么看？一级压一级啊！你从吃东西方面就能看出来。打败的猴王什么下场？他就沦落为孤猴了，不在这个群体里边了，老婆孩子不要了，隐居深山了，孤独终老了，这是被打败的猴王。今天咱们换策略了啊，咱们免费的到最后再上，如果没事的话，等到最后2分钟再上免费的，知道吧？有事的话，你们就上完就走就行了。对，有事的上完就走。你们就直接上就行了。你看昨天玩一个策略，咱们就进前十了，啊。榜13都98万，美妮是不是烟嗓？不是粗，那估计是吧，妮儿姐。那红红的。那个红红的。一年怀几次？一次。它就是10月、11月、12月，甚至12月还有交配的。那么来年的4月到6月呢，是一个繁殖的高峰期，受孕6个月左右，一年一胎，一胎只有一只啊，双胞胎的几率特别小。老太太多好猜。猴子打架怎么才能算赢？给它打服了。都打服了才行，打服了，到点了。来，家人们，来，咱们把这个付费的根据情况，根据情况一起助力一下，好不好？一票、两票、十票、八票，确定全是肉，全是肉，对，10票8票，6618855520，一起助力一波，有条件的哥哥姐姐一起上一上哈，感谢大家，年距离走一走哈、啊，年距离走走，感谢波哥188人气票，咱们免费的啊，如果你们12点到。11点58分在的话，啊，一起助力。感谢影子姐520机票，谢谢福禄寿喜哥，谢谢大家。元气榜往前上上。来，小凤，还互动吗？就这么看一看，来。我也觉得这样很好。下午能看到剧吗？这个应该可以啊，应该可以，我觉得没问题。猴哥自助一下，自助一下。平头。关门了，关门大吉，关门大吉，感谢志哥，谢谢大家的每一份人气票，谢谢。来，人气榜第3名，谢谢大家。
免费的啊！来加波粉丝团、啊，等到最后的冲一波。每天都打人气榜，啊、一票、两票、三票、五票、十票、八票的啊，六六幺八八的啊，咱们可以走一走。老太太，感谢志哥，谢谢大家。嗯嗯，对我们有人气票的一起处理。感谢亮一家哥哥，谢谢。先打付费的啊，免费的盼望的也可以先上。哥哥，哟嘿，摸一摸，摸一摸头哥啊，可乖了，头哥，头哥乖，头哥棒啊、嗯。别吼啊！感谢雨夜，谢三哥，谢谢大家。猴子住哪？猴子不住山洞，不住人造的窝，他们全部睡的是悬崖峭壁啊。悬崖峭壁，在密闭的环境当中。哎，不要不要欺负小乖乖啊！感谢雨夜，谢谢大家的人气票啊！感谢，谢送的大眼镜。嘿嘿嘿嘿嘿。猴哥乖，对猴子不要手机啊，不要手机。但是我们过来玩的时候拍照，一定要与他保持距离，注意安全。哎，这谁呀？哎呀呀呀呀！真乱了，这个是这个猴王啊。都是野生动物，大山里边自由自在的，一点都不受约束啊。对，我们有票票的，一起助力一下哈。在粉丝群的啊，咱们去分享一下票，你不要一直动我，一直动我，我抓手机一直晃。平头，你看野外的这些花花草草啊，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啊，很珍贵的。感谢小当姐的人气票六六张，谢谢。感谢清秀姐。怎么能判断是猴王呢？那么就需要你长期的一个观察。首先，你要是对这些猴子一点都不了解的，一定要去观察。再一个，从这个就是说等级食物上的一个分配，也可以观察出来哪个是猴王，包括他们的一个形态呀、肢体语言呀、表情啊。猴王呢都是特别淡定的啊。有这种王者风范。嗯，猴子呢都是野生动物，我们呢只保护不养殖啊，咱不干涉，不破坏它们在野外的自我生存觅食能力。我拿的仅仅是一丢点东西，然后跟它之间呢互动互动，玩一玩，大家看一看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。嗯，嗯，猴王这这这这，头哥去哪里？平头。付费的一起上一上，打架了打架了，哎呦，妮儿，给头哥点吃的，打架去了。影子姐给头哥点吃的。有啊，刚才他一直在我旁边吃东西呢。没少吃。有有有，嗯。一会儿他就又来了。妮儿，在树丛我也进不去呀、啊，主要是。嗯。不干了，算了。主干还来不来了？他拽着妮儿，你看他拽着妮儿，瞅瞅。得让他挑啊，自助吧，哎呦。对，有游客啊，有游客。关不了机。对，我们的人气票，大家一起助力一下，人气票一起助力，朋友们。第八名了。能过来就能进来。第八名了，差的都不多，我们的免费的等到最后冲一波哈，最后冲一波。感谢高级兵哥哥，谢谢。那撅嘴猴，撅嘴猴好玩儿，看，葱花生是吧？感谢往后余生啊，谢谢你的人六六张人气票，感谢坤哥，谢谢岁月静好。对，一堆小张、三张、五张、十张、八张的六六，咱们走起来。这是哪个猴群？不是俊。这
对，不是英俊，这是平头的群体，这是这个群体的猴王。来，嗯，小猴妹子，给三愣一把呗，三愣吃掉。哎，我鞋带别咬了。给三愣，给三愣吃掉。松手。那个炸酱的，我还要躲呀。哎，别拿手机。这小宝真可爱。哎，对了，刚刚那个谁说有没有母猴子是吧？这个小宝就是个小母猴了，这个小宝就是个小母猴。嗯，是不是个小母猴？应该是，就是上次看了，现在送有事儿。好的好的，大家免费的有事儿的现在可以送出来哈，感谢大家。呜，网络卡吗？一个小闺女，还是小闺女？猴子有重男轻女吗？一般不存在啊，不存在。哎呦嘿！哎呦嘿！感谢猴子吧，踹你！小胖，有点卡。不是，你今天穿个新鞋的，猴子好看吗？觉得好看。一堆小宝宝真好玩。感谢淡然，谢谢人气票助力，人气票助力。风雨同舟，毕业里有两个小猴子把你当给你当宠物呀。哦，这个价值可有点大呀，这个代价有点大。